作為我哋呢啲咧揸車嘅朋友咧，睇戲咧成日都有個幻想嘅，即係如果我哋啊可以好似外國咁樣，架車行喺戲院門口，跟住一落車就行入去睇，係啦，才能方面一定可以得到呢一個嘅即係展現嘅咁樣。即係我都喺度諗緊啊，如果係可以擺喺門口，跟住行入去戲院睇，跟住睇完出嚟就攞車。其實你呢個幻想嚟嘅啫，喺外國咧，就算係咧，都係喺戲院，即係通常嗰啲戲院咧都喺啲摩啊，即係叫做商場啊嗰樣嘢咁樣。咁所以佢哋嘅商場咧係有啲露天嘅大嘅停車場。哦，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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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喪屍片嗰啲。跑到死嗰啲，系啦咁样，即系冬天咧，夜晚冇即系冇乜车会喺度咁啊，即系基本上都系一个好大嘅 parking lot 啦。如果佢加上落雪咧，系好多人中意喺嗰度玩 car skiing 嘅 ，car skiing 系即系用架车嚟做 ski。定系即系你踩油，跟住就你卡先一个重 brake， 跟住你就可以架车咧，就算系停晒个辘咧，都可以跣住佢咧。我哋玩 car shocking 啊，或者打 donut 啦，好好玩啊！嗰啲真系咁样，嗰儿时回忆啊。OK， 嗱呢啲系外国嘅生活啦。香港曾经有冇试过？有，香港系可以做到拍架车喺戏院门口，仲佐敦添，大模私样行入去睇，出嚟各自一出嚟嘅时候，滴滴滴滴嘟滴滴滴滴攞车走，系边度做到呢？旺角百老汇系嗱，旺角百老汇嘅夜晚咧，因为真系得嘅。你睇下几点后啦，尤其啲午夜场嗰啲咧，十一点打后就得噶啦，即系好多人都会企出嚟。上天打後，哎呀，我大師咁樣嗰啲啦。咁以前咧就真係可以喺行人專用嗰即西洋菜南街嘅時候，真係有嘅，真係有嘅。因為真係擺啲嗰啲，即係你知啦，定係擺啲飛雞噶嘛，即係咩飛雞咧？嗰啲咩燒肉仔啊、亞國啊、諸如此類嗰啲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咧，壽巴佬啊咁樣，跟住擺曬喺度。跟住之後就入去睇。咁跟住然之後咧，即係呢啲都係我哋成日都幻想嘅。咁但係而家唔得啦，即係嚇好多都第一抄得咁金，近呢幾年邊度夠膽啊？係咪先？一定係擺停車場啦，或者係喺街度死等爛等，等到就嚟過時間都要等到個標位為止。咁而家有啲商場都幾好嘅，你啊買兩張戲飛咧，咁啊都大概叫做 free 到兩個鐘俾你。咁啊，如果你把握到時間咧，咁啊都叫做有少少優惠咁樣。好啦，咁但係咧有啲地方咧就未必，即係你話啊，如果冇拍得咁好嘅，可能是要派街咧，咁啊都好危險啦。而家除咗係普通嘅俾人抄到你暈之外咧，有啲屋苑特別多嘅咧，就係一啲叫做即係鎖車巡邏隊。呢啲鎖車巡邏隊咧，簡直係令人聞風喪膽。而其中一個咧，表現得比較出色嘅頭三甲啦嚇。第一位唔使諗，沙田第一城一定係噶啦。呢、這個講到明第一城啊嘛，係咪先？沙田第一城就係咁樣嚟噶啦，咁樣。咁啊，第二位咧就應該我諗。黄埔都是头三甲的了。嗱，黄埔呢一个咧，有阵时第二位，有时第三位。呢一个我哋就可以讲多啲，因为你哋有好多经验啦、啊，曾经都喺嗰度附近做嘢、啊。佢嘅威水史我都听唔少啦。我连续一个礼拜锁三次嘛。唔系佢，你最巅峰系试过短促五分钟冇咗，五分钟嗱，或系凌晨，系好神奇嘅，即系神奇嘅事情就系、是，黄埔花园冇乜车，系啊，喺度，即系冇乜人突然间要咁样揸车落黄埔噶嘛，就算系咁讲啦，黄埔咧属于私家路啦，里面系两旁咧，就算你泊咗车咧，都大把位，你都大把位行啊，因为佢通常都系单程噶嘛，系咁但系唔知点解咧，唔知边时开始咧。他哋玩鎖車，因為以前我記得啱啱邊個教佢咧？喺度做嗰陣時咧，你啲車係可以即係 kind of 任拍噶嘛，拍埋一邊啦。總之你以唔阻人太阻啦，最大嘅一個原則即係你無論我嗰陣時開工又好，又或者係即係喺嗰度食嘢啊、買嘢啊嗰啲都係即係拍低就得噶啦。係哦，即係唔知邊日開始。你拍低可能半個鐘內咧，就已經有人搞你。最快咧，真係幾分鐘都有人搞你。我好記得我最高紀錄嘅一次咧，凌晨兩點幾，我就要翻公司攞翻少少嘢。當其時，咁我就拍低喺呢個黃埔船啦嘅中間位嗰度啦。其實都唔係一個阻人嘅位嚟嘅咁樣，因為當其時咧，我嗰個禮拜俾佢哋鎖車嘅時候咧，未係黃埔出色，即未係有一個。黃埔鎖車隊啊，而家係要好 alert 啦嘅一個時一個時段啦，咁我唔知啦。咁然後我停喺嗰度，跟住然後我只係來回七分鐘，
我來回七分鐘，我仲要幾趕時間嗰陣時衝落去，衝落去搞少少嘢，去埋個洗手間上翻嚟，跟住一望就俾多啲嘢，然後喺側邊乜嘢都冇嘅喎，即係四下無人。嗱，佢係點樣鎖咧？佢係有架 van 仔嘅，佢係有架 van 仔，你當巡邏 van 啦。咁某程度上唔知佢 stay 喺邊度啦，好神秘嘅一個角度啦。跟住然後就應該有保安員見到，跟住然後通知 call 人，跟住 call， 跟住然後去，跟住然後鎖，跟住然後走啦。我係啊，鄧峰啊 ，Sky 哥哥嘅鄧峰，車尾燈都見唔到。好啊！一上到去已經係鎖到塌塌陷，係咁又麻煩啦。麻煩位係咩咧？有張紙擺喺度啦，跟住然後咧，你打呢個電話，你就要去某一個位去交錢，跟住然後去再揾人嚟解啦。咁樣最慘佢去嗰個位又係鬼死咁遠嘅，喺邊度嚟㗎？鬼死咁僻嘅，係啊，好僻嘅。喺邊個位嚟㗎？其實我真係未試過喺 Google 裏邊，你揾唔到嘅。不是一定找不到的。Google Map 的。他在蔡蘭那邊定是。因為他會寫啦，他會寫是第幾期的。即是做那麼久啊。我想住那些啊。住那些啊。都不知道自己那個叫第幾期啦。第幾期第幾期。黃埔起了那麼久他第幾期重要咩咁樣。大佬不是你講啊，你講話八街那邊你就知道啦。蔡蘭那邊船那邊。你講那麼久。船頭船尾。你黃埔永遠都用船頭船尾來都。形容噶嘛，其實吹嗰邊咁樣，船頭邊係船尾啊？呢個都爭拗咗好耐，有好多人。點會啊？有啲人唔識噶。船頭梗係向海噶啦，邊度船頭向陸地啊？但有啲人係真唔知啊。咩啊？船頭向海唔係，佢個船頭係船頭向海。唔係，係船頭向海。梗係向海啦，黐筋嘅你都。蔡瀾咪炒艇。蔡瀾嗰邊係船尾咯。船尾啦，係啊。船尾啊，係啱啊。係啊，啱啊。係，唔係你咪望住我啫？我自己識分啦咁耐，有啲人唔識分我講。OK。Anyway， 咁總之來回經歷咗大約六至七分鐘，我上到嚟就已經係揼揼冚咁樣鎖好了，但是呢我這些世人總是重複犯錯，第二日會再來啊，不是，我sorry，七分鐘是第二日，第一日我是 stay 了一陣間，跟住上到去鎖，咁啊，唉，咁啊，唉，自己唔啱啦，第一日應該咁。第二日就是經歷嗰個七分鐘，我知道，唉，快快手搞掂啲嘢，跟住然後，如果唔係佢鎖噶啦，鎖咗佢，鎖咗，真係鎖。啊，又係佢喎，咁傻啊佢。然後 lock up forever， 係啦，佢一定係挑釁我哋啦。係啊，佢嗰張紙寫第幾期嘅邊度停車場，我如有疑問打呢個電話，跟住打俾佢問佢，哦，其實你喺邊度㗎？成咁樣成。所以就講啦，講，我都係唔知佢講喺邊度啦。咁好努力啦，自己去揾啦。咁其實佢，我唔知而家有冇改變啊嚇。係。咁佢嗰個繳費處其實就喺而家當期嗰度下邊啦，你當。嗯。而家當期嗰頭嘅位置，落去嗰個停車場附近嘅一個繳費處位啦。OK。就係咁啦。OK。係啦。咁唔知有冇改動到？死到黃埔到當期我都唔知添。啱啱開冇耐，係而家咁而家容易講啲咯，即係當期位嘅話，咁大家明啦。咁然後我就經歷咗呢個兩次之後，咁我即係警覺啦，警覺啦，咁唔再犯啦。以為係啦，點不知再嚟。一個禮拜後，我贏多次，所以跟住我就深深體會到，好啦，有咩事都係拍停車場，幾嘢都好，都唔好搏啦。但係今時今日，我哋發現咗有 bugs 嘅，原來呢件事係啦 ，lock car forever 咧，原來都係有啲即係黑星嘅。只要你架車夠貴到佢驚。驚到佢劣佢就唔敢亂嚟啦。即係我哋電影裏面成日睇到噶嘛，揸住啲發髻啊、大牛啊嗰啲咧，一夜咁鏟上行路咁滯，然之後泊車，就算有個執法人員喺你度啊，當俾你咩啊？咪過年咯，攞攞嗰啲啦，執藥啊嗰啲咁啊，抄得靚仔啲啊。係啦，可能以前就俾人串得多啊，即係啲字寫好啲啊。如果唔係我唔收貨咁樣啦，而家出電腦單啊。冇錯。係啦。以前被人串得多啲，咁但係嗰啲就通常係執法人員啦。咁但係 lock car forever 佢哋咧就唔同嘅，因為佢哋咧係每一條村咧，我真唔知呢條法例點樣嘅喎。獨立嘅執法單位嚟㗎。係啊，佢哋係可以咁樣收你錢㗎喎。係噶，佢可以改㗎，佢隨時改都得㗎。係啊，佢話譬如如果其實我唔係好明㗎，佢見到只要喺佢哋嗰幾條街度見到認為佢哋認為樣衰嘅人就可以揼佢一鑊咁。係啦，得㗎。城管啲 friend 嚟㗎，簡直就係。唔係啊，佢概念真係城管，咁個李嘉誠管啊嘛。
那個地方叫李嘉誠館，那他有一個城館是很合理的，是不是？即是這個真的，而且地區的嘛，你不要想著你在黃埔的概念是等於你在元朗而已，是的，其實如果你那是地區的嘛，因為這樣想，你明白嗎？不妥當，你先想一下，我們應該公司以前是應該可以開一張那些特權紙給我們，是啊，你當 你當你以前即係你等於 show pass 啊嘛，喂自己人啊，係啊，嗰啲啊嘛，伙計啊，伙計啊，跟緊單大嘢啊，師兄咁樣嗰啲。呢一百更多精彩節目等住大家，足本重温，聲音下載服務，年費1000蚊，請即訂購支持。